看一下人，前面就看一下人。没人呢、啊。没人。看这边看看。它那 LED 灯太亮了，它应该把 LED 灯关掉。要关掉，不然你那个它那个都看不见了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听不到。它 LED 灯太亮，所以它看不到火花了。会啊。没那么明显。可能火花。哇！哇！来个橘。放了两分钟的，三分钟。哦，有清，有的比较清楚了，因为比那个相机好看多了。相机？相机不清楚。我手酸死。你还可以那个吗？你这可以拍多久？不知道，看我的记忆力。哦，这个不错。那为什么赵玉洁他们拍的都一小段，没几秒就没了？对啊。我们以前还可以看整栋哈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因为遮了光。掉一半。还好大巨蛋没有盖那么高。可恶。不然就要高一点，我们的位置不够高了。后面就会让它可以看。哦，这个。哎，那栋大楼应该也可以看全部。哎，好长哦！拍到隔壁去了，妈的！
他今年是360秒，真的，就三百六十几秒，哇，五分钟哎，六分钟，对，世界啊，没了。